人变成蓝色，花的花是跟我走吧，好不好？都说久别见真心，大人若真的想娶我，就等你忙完了再回来找我。妙生楼重新开张，辣椒炒肉免费品尝。客官，这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。我们老板娘让我问您，堂堂武状元，功名不要，留在这个小地方，不后悔吗？从今日起，本公子不见了，要握着他的手，这样的日子比什么都好。太辣了吗？嗯，好吃。告诉你们老板娘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这妙生楼的老板。哎，好嘞，我给您特别酒，老板，慢用啊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对啊，我做的，那个也是我做的。可以，从顺从顺，把酒倒满。哎，好，倒满，都倒满，倒满，倒满。色香味俱全。来来来，上菜了。快快快！嗯，头吃啊，好香啊！没。郑捕头，你要的画本子我给你带来了。星辰啊，欢迎欢迎，来大家坐，大家坐。
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这坐这。大家快坐啊！来来来，坐。什么时候开席啊？这庆祝唐天远离开的日子啊，我可得好好吃一顿。说什么呢你？要不是唐大人，让你感谢归正金盆洗手，你现在还在天门山啃树皮呢你。等等等等，菜来了。娘子，有着等着。你小心点啊，没事。坐，看着你啊。周县城。 哎呀妈呀，这瞎了我的狗眼了，真的是！之前就听大人说了周县城，没想到这么好看。那是，没有你好看。郑捕头，您不是说如意姑娘做的饭马吃了都会毒死吗？只要如意姑娘愿意。 郑捕头吃一辈子都行。闭嘴！师爷来了。开席吧。开席了，那行，我们大家吃起来，吃起来啊！哎，姐，大人怎么没来啊？大人说来日必有相见之期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出发了吧。嗯，你看，好看了没有？哎呦，被其模糊的视线，透着无尽的思念。